你好，我要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亚斯利·希德雅蒂，我今年31岁，我的体重55公斤，我的身高155公分，我初中毕业，我结婚了，我要2个小孩，一个女的，一个男的，我工作。以前我工作在新加坡2年，照顾小孩、积水。我工作在台湾3年，照顾阿公，阿公75岁。我可以住在城里。在我介绍完了，谢谢，拜。